你不相信我吧？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这分明是要跟我们撒谎啊！你说你一天糊里糊涂的，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？只要你不到处乱跑，给我惹事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喂，儿子啊！妈，晚上我不能回来吃饭了，院里临时有个会。哦，哎，行行行，你忙你的。那个谁，雨晴呢？她今天飞上海，什么时候回来也不一定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帮您叫个外卖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，我自己就行了。你别管我了，你忙你的啊，挂了啊。 哦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两天不是行动不方便吗？我就给你买了点水果，还有蔬菜，我就想着顺便给你做顿饭，你让我进去呗，好吗？ 你慢点，慢点来，我扶你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别小瞧这个习惯性扭伤啊，恢复起来很麻烦的。 哟，雨晴回来了！哎，高院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秀兰阿姨这两天不是行动不便吗？刚好我有空，我就过来给她做顿饭。这都是您做的呀？嗯，这也太香了。我原本还想着从上海飞回来，赶紧做饭，这合着我的省事儿了。那行，那你们就趁热吃吧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啊，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啊？欢迎晴，你别没事找事儿啊。 哦，那个高院长，看您不高兴就先走了。哼，行啊，他还有眼力劲儿啊，拿着，来，阿姨给你盛面啊。 今天你爸又去你家做饭了，我想留他一起吃，结果他还先走了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你妈是想留他的。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的宾客名单上就可以有你爸的名字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又在提醒我们要结婚这件事儿啊？我什么时候又提醒你了？这么着急啊？谁着急了？走开！ 太正经，你怕你飞了。你再欺负我，我真飞了。飞到哪儿，我就跟你飞到哪儿。你说这高院长和清风他妈，是不是快成了呀？ 差不多了，反正我时不时的给这俩人加把火。你还真有两下子。那是啊，我们单位那个选年轻的，让我给撮合成多少对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啊，只要是大娇宝幸福了，那咱们雨晴跟清风也就幸福了，是吧？真有你的。喂，老高啊！哎，老关呐。 明天舞会秀兰会不会去啊？放心吧，前两天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他的脚啊，好的差不多了。啊，放心吧，那到时候就拜托你。
你了啊。哎，再见。不容易呀、啊。好。哎呀，好，真美，真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来来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美呀、啊？好。哎，好。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哎呀，长好了，回来了，没事儿，哎呦，没事儿了，没事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看看玉婷，哎，看看看，太好了，心里都难受死了，都怪我，哎呀，不赖你，我是我太笨了，没事儿，谢谢大家想着我，谢谢，好了好了，咱们散开吧。咱们赶紧练习一遍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带着你，你还敢跟我跳呀？哪有什么不敢的？嘘，来，干嘛？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别拉我来一下，就等你了。切，等我干嘛？莫名其妙。不是我，他等你呢。他不是你，他不跳啊。爱跳不跳，是他跳不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装，你就装吧，啊！自古痴情男儿最命苦，你给人点面子，人家。我跟你说，这人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休息10分钟。秀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嗯。我联系上郭燕了。他这几年一直在国外，
他说最近这几天就回国，我。